啊？小霞，干嘛？我刚才在楼下收到一个快递。哪里的？湖北武汉的。哎呀呀，老爸，怎么？你知道湖北武汉这个包裹里面有一张什么卡吗？什么卡？我超想要的卡。什么卡？就是我们开了十几个张的，你还是开不到那张卡，那个你总知道了吧？难道是终极闪耀赛罗的 XR？ 啊，对，就是那张，我终于把它给换回来了。这样子的，这湖北武汉这个粉丝，他本来是想把这张终极闪耀赛罗 X 三送给我的，我说那不行，我就回了几张卡给我，他说呢，必须里面要有一张我的亲笔签名卡，然后我就答应他。这样子的，哇，这粉丝也太好了吧？对呀、啊，那拿去。哇塞，看一下，一个黑钻铁盒，湖北武汉的，看一下打开里面啥？有个卡包啊。哇塞，这什么？这是啥？哦，这 CP 包，这个是电的卡是吧？这是。这里有几包卡？这二卡。啊？这是。这里有几包卡？你全部拆出来，全部先拆出来。这里还有什么？对，我知道，你都拆出来吧。这里还有，我下面一个卡砖没了，就这么多。这里还有什么？我帮你打开了这里。这都是电的卡。哎，你这里先打开吧。好，这里先全部打开吧。这里哇，这有好几包，可能在这里面，你找一下。这些都是三周年里的。嗯，这里是哪的？那这里没有那张 XR 呀，那张哪？这里没有，那这里发了什么卡？这里一些 U 啊 ，SR 呀，还有 U 啊 ，SR， 有白金 SSR，SSR 这些是吧？嗯。呀，那他的卡呢？那在这里啊，在这里找一下。谁能打出这个字他就是天才。在这个里面吗？你看一下。嗯，透明的。嗯，哎，这张什么？终极闪耀赛罗。这张是终极闪耀赛罗啊！哎，这里也是终极闪耀赛罗啊 ！HR 的这张，这是 HR 卡。这是斗罗的吗？哇，这张帅，这张没有。这张斗罗的。这 GP。这第几大的？七多呢？哦，在这。哇塞，终极闪耀赛罗！对，太棒了！找到了！哇塞！全新的，他有亲笔签名，对，风雨魔晶，对，就这个我装卡套里面，对，这张卡你收好啊，这是粉丝的签名啊，风雨魔晶，然后你换给他的什么卡呢？你换给他什么卡？嗯，他说要一张我亲笔签名，我就答应他了，给他一张 X 啊，然后他说他喜欢咱们胸像印章这个 GM 啊，我给了他两个这个印章加那个卡片啊，两个，还有两个 GP， 这是托雷基亚的24弹的，这25弹的罗索托雷基亚，罗索13弹的，嗯，这个呢？这个第4弹欧布杰吗？啊，第3弹的欧布暗耀型的，这些这三张都是三弹的吗？这个是一张欧布，一张罗索，一张两张欧布啊，四弹，三弹是吧？这个是弹幕版欧啊，他喜欢火影，他喜欢斗罗，他这个是哪个里面的？就是那个什么双十一里面的，双十一礼盒里的是吧？哦，欧二卡一张，就这些了是吧？嗯，哇塞，不错啊，嗯，这粉丝把这张卡换给你了，你终于如愿以偿了啊，小安同学，太棒了，嗯，小布马，我现在终于拥有这张终极闪耀赛罗 X 三卡了，这也是我第一张啊！小布马，我在这里还要感谢一下这位风雨魔晶的粉丝，谢谢你终于把这张卡换给了我。小布马，如果你们有这张卡的话，也可以跟我换，我想多进行几张。我真的太喜欢这张卡了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